Hello， 今天就是想说要做一个banana cake， 就是跟我妈妈还有姐姐。然后其实我之前是蛮常 bake 的，因为每次买那个材料一买就他们就卖一大包，然后就是用不完。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 banana premix， 就在我 bakery 我喜欢的 bakery 买的，然后就是想说给你们看一下教学。首先呢，就是500 gram 的 banana cake premix， 然后油就是175，然后我现在用的是 olive oil， 如果你们要用 corn oil 还是适合的也 OK。鸡蛋是6粒，把就是 crack 在碗上，还有最重要的香蕉。香蕉大概3到4条，然后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那种 cupcake 的 size， 然后就准备了这个很可爱，是不是？香蕉，哎，刚好我妈妈也是穿黄衣，哈哈 ，minion， 175 gram。5 minutes later. Much later. Wow. Oh, okay. Yeah, yeah, yeah. Wow, it's done. Woo! Choy, this guy, look at this. Choy, 一个是 bake， 一个是 steam。哇，那么也是你啊。有这好吃吗？吃到不踩人。拜拜。